这边在拜神。我刚从这边过来嘛，想去那个鹅尾石是吧？你们看到这边，在这边拜神就过来看一下。刚才问了这村民，他说这是在谢神啊。然后他刚才大哥载我到那上面他们的那个妈祖庙那里，他说下午有唱戏，我看下午再去看一下吧。公交车挺频繁的，然后这边的建筑非常漂亮啊。他们岛上大部分都是这种建筑，小别墅。鹅尾神石园到了，就在这个海边，从这边来的。刚才问了警务室工作人员，他说要从这边进啊，海洋公园这边进。公交车。这个三号车是3块钱的，刚才看了一下，这个是2块钱的。湄洲岛鹅尾海狮地质公园，腐蚀的蚀吧，非常漂亮啊。中午没吃饭，然后这边的这餐厅看起来反响会比较高档啊，我认为在找地方吃饭吧。刚才听保安大哥说现在是涨潮了，看这样子这么凶，就是涨潮了。这外面有两个油桶要进去的大门，这里今天中午在景区门口吃，然后他这家的煎包是比较实惠的，其他都太贵了，就叫了5个煎包，这个比那个市场那边要贵5毛钱一个，然后一共是19.5块。这个豆浆是2块钱。过来这个厕所，这里有一个冲澡区，然后我是2个晚上没洗澡了，正好先准备现在这里可以洗个澡嘛，要不然我也想洗澡啊，太久不洗澡了难受。这个是刚才在那个海边那个沙滩上面看着有冲脚区，然后它有个指示牌说这边有那个冲澡区，我就过来了洗个澡啊，免费的。洗好了，洗了大概有20分钟吧，因为太脏了2天没洗，然后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好好洗一洗。这个厕所非常好，非常漂亮，然后打扫得很干净，太完美了。刚才在这里把袜子给它洗了，厕所有那个洗手液嘛，搞点洗手液就把袜子洗一洗。海边海风很大，我坐在这里剪辑视频坐了一会，然后这个袜子啊就放这里晒，然后吹吹海风，很快就干了，马上要干了。